洗澡的时候 ，OK， 那我们已经很像玩具了。好，我想说今天难得的，你们难得最近呢，真的台湾很多的活动，让台湾成为世界的焦点，我们的眼光都一直在台湾那边，所以我们要持续就，我想唱一首国语歌曲，我也很久没有唱这首歌，相信每个台湾朋友都跳过这首歌，我们待会呢跳给我们所有的来宾听，好不好？会跳的我们就一起跳。 掌声鼓励一下，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。OK，谢谢台湾朋友，我爱你们，拜拜。谢谢，用掌声来谢谢王红。拜拜。